比挑战西非百战有难，超大的。啊，新书就是一个初学者，大人、小孩、老人都很喜欢我。Hello， 我是变帅的查米，变高的龙爷，变帅的李子。当钓鱼爸晚上不睡觉的时候就要干嘛？雷根，很久没有阿金过。嗯 ，Let's go。有了，呵呵，哦，哎，欸，真的变大了，对啊，这边也有。我先来找你好了。来，走，来，走起来，请把你的刀抬起来。哇，很舒压，哎，舒压，这是变大嘞，欸，这边怎么都变这么大了？不对吧？这是我们熟悉的菜刀吗？梨子钓鱼啊。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夏天。这里才春天而已，春天而已。啊，不对，我们要宣导一下那个。哦，对，这边，那我们过去跟龙爷讲，这种小鱼嘛，尤其是菜刀，它鳞片非常容易脱落。是。那如果脱落的话，它就容易死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只要拿着这样子，然后反过来抖一抖，它就会下去。对。所以就是不要，因为它体温好像不能很高，对，因为我们毕竟比他们热很多，我们体温，所以也会造成它的灼伤。而且我知道，就是近期好像真的蛮多人都在开始钓阿金鱼，你们不相信吗？你们看一下那边，然后再看看那边。噔噔，阿金鱼就是一个初学者，我这样的整套设备下来好像也差不多2000块而已。那其实大人、小孩、老人。都很喜欢玩，对，老人玩过是不是？你不信吗？那来欢迎我们的80岁的梨子，80岁，为什么？哇，啊，不行，我累了，我坐一下。啊，不行，是吃的，你小凳子哎，能不能尽好真险啊？要帮你设置一个博爱座是不是？哎呀。爷爷中了！哦，爷爷，刚刚的杆杆，哦，不行，拉不起来啊！爷爷，菜刀！爷爷，你还记得你的那时候当兵的金门菜刀吗？来啦！哇，太大了！爷爷，钓鱼！哇！这让我想到那个马山炮战吗？那金门菜刀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我们要保护环境啊，不然我们的孙子、我们的小孩看不到菜刀啊，就要把它放回去啊。OK， 你看到没有？连80岁爷爷都可以。那这次大家还想看几岁的？我们来看3岁的梨子会不会钓到鱼嘞？果然我不是爷爷3岁。三岁，对，自己也三岁，一样的呀。欢迎我们的3岁李黎。哦，李黎，哦，你看我们李黎现在还只会吸手指头，会把筋骨。慢慢。哦，我们看一下3岁的功力。要哭？不哭，爬出去就有了。不要任性。李迪，我们看看李迪的是钓什么？手指这么高。李迪 ，Hello， 大家也看到吗？以上呢，我从我们的3岁到我们的将近80岁，都是可以得钓阿金鱼，所以阿金鱼就在你身边。是这样，我们镜头回到龙岩那边。这个比挑战西非百战有难。怎么办？哦，我落水了，哇！拉落水了，哇，真爽！满满的菜刀，真的呢，白，满满的菜刀，哇，这边马上要中一只了，菜刀到底什么概念？好像可以100只哎，大概平均10秒一只吧。刀刀，小刀刀，好吧，刀刀，那边也一只，哦。好，我这次比较钓鱼，啊，菜刀，
这只刀感觉很猛，这只刀好像很大。哎，好大哦！这只好大哦！他妈的屁股大，有够大！看这只有个大，看这只，这只超大了，真的很大，超大了！哇，这只是大，大大大，超大的，好大！巴掌，你看你手比一下，来了，你手比一下。没有啦，差不多这样。哎，这只有点夸张哎。哇，哎，这只眼睛有点 over 了。真的大，这只眼睛有点 over。有点太大了，有点吓到我。奇怪，会害我很紧张哎。超猛，超猛的拉力。嗯。OK 了，钓鱼吧喽。拿菜刀喽。有了有了，中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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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。谢谢。